逍遥哥哥你回来啦，你是让灵儿先做饭还是先泡茶？灵儿做什么都可以哦。先洗澡。哼，淫贼，看我的五雷咒。姥姥说了，偷看女孩子洗澡的都是坏人。啊，你是说你自己洗啊？对不起啊，逍遥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怎么麻了？李大哥，你醒了，来，我给你做早饭，快尝尝。本小姐辛辛苦苦给你做早饭，你竟然不吃？我看你是皮痒了吧？起不起？起不起？起不起？老虎不发威，真当我是女仆了？快吃！哎，逍遥哥哥你来啦，正好我的汤熬好了，你要不要尝一尝啊？来，张嘴。啊，怎么样，好不好喝？哇，这可是我辛辛苦苦熬制的蜘蛛汤，你们家的99只傀儡虫呢。嗯，逍遥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翻白眼了？啊，醒醒啊！喂，